我 NPC 的找时间10:01，2020年3月8日。即是我今天全程都是玩这个人家开的 server， 连埋这个澳洲的 server。 即是我亦都玩澳洲 server 之后，亦都顺手解埋这个电脑卡宾枪那个镀金最后一个，不死那阵10个。既然之后玩的时候望到一个 spec data， 他就在个讨论区讲我什么 Wally 什么 2G咩中文數字二，跟英文數字 G， 跟住心諗點咩意思？佢意思係咪話我高ping，但我殺得多人，但死得好少？咁呢個都可以話ping數都有可能會影響到你嗰個打機。我唔知道，我遇到個 hacker 啦，有一個。人的名字叫做咩 Tommy， 跟住只 G 只 G 二 set 二 level 80几啊，136ping。跟然之后我望到好多人话佢系 hacker， 跟住望佢352/43，跟住攞个分数。即是他是敵人的隊伍，他最高分21000多分，而他第二名的那個是只有13000多分，即是前後總共相差了8000分。然後心想為什麼會那麼高分的，我們那隊最高分只有17000，他們那隊最高分21000。但心想是不是 hacker 來的，那我就不知道，那我都打了他的名字出來。澳洲 server 都遇到 hacker 基本上一點都不出奇，因為你本身即對於亞洲 server 來說本身是多的，但如果你即說很多人開這個私人 server 又玩親 die server 那些，就過了當玩私人 server， 接著變相即 die server 的人數越來越少。但是 server 的人越來越少之餘，都變相令到即那些 hacker 就會轉去第二些州份玩的，特別是北美和澳洲這兩個都是 hacker 熱門的地，即成日出現的地點。特別就是一月即元旦的時候，我玩 Operation Live 還見到一個 hacker 叫做222，跟著 Bomb Miss 120多ping的，即是跟我一樣，都是個ping數高嚟中國大陸，唔係，但我喺香港嚟啫。這個 TTK 6.2 更新，除了說什麼更新所有的槍械助力之餘，即都將所有的半自動步槍就還原回 5.2 之前， 連我用的那支 Tish Gun 都是的，戰鬥卡溫槍它又回復回 5.2 之前，射速慢但威力勁，而 5.2 更新之後它射速快但威力就渣一點，只要你射很多槍才射死。即係我嗰時候用唔慣，即係個個都鬧咧，即係特別係火鐵拳，點解會嗰日都咁犀利嘅？原本嘅射3粒，變到得翻2粒，仲要係射嗰2粒必定要射中個飛機先會扣血。但係而火鐵拳之前就係
如果你射中飛機側邊都會扣血嘅，即係佢喺空中爆咁嘅。仆街！邊個射話咁結咗？即係今日玩 B， 即係玩 BF 五升個 level 二三二，即升個 level 二二零二三，諗諗下都係話，如果即係如果我翻翻去亞洲嗰啲 dice 嘅時候玩，必定會同之前一樣，即係話每次入到嚟之後見到，即係見到一啲玩家分數異常高好多，即係個好明嘅 hit 卡嘅，即係成日都係玩曬亞洲，所以話都見到。都幾多有啲人話咩邊個邊個 hacker 又係 NMSL 尼 mas 啊！即係想話唔好下下都講呢句啊！即係如果你同啲外國人講嘅話，人哋都唔知道你講咩，係咪要人翻譯俾你聽 ？Your mother is dead 啊！成日都尼 mas 啦，尼 mas 啊！玩親呢、這個就話唔係玩親 dice 啊，都聽到呢、這個都會望到呢個字啊！呢、這個專呢、這個就係中國大或者中國大陸或者台灣專係鬧 hacker 嘅字句嘅，尼媽屎啊！又係屎媽瓜 B 嗰啲 SMGB 咧，但係基本上依家都係唔理 hacker 嘅嗰個 Moscow Chamber 真已經生存到130多咧，即係呢個和式外掛。即係我記得嗰個 Rush 嗰個咩咩 Air Team Rooster 咧，即係我唔好識讀佢名字。佢 level 13咧嘅依家，唔係其實佢好耐都123咧冇喐過啦。嗱，基本上係點解話佢 hacker 咧？即係我記得2月5日。呢、這個 Solomon Island 嗰個週期咧，即係呢個禮拜玩 Solomon Island 咯，即係我玩個 server 見到佢97咧，即係唔知點解玩清嗰陣時佢個分數係，即係佢唔知點解佢係得極多人，我哋都 check 過佢嘅報告咧，玩呢個各種突破呢、這個 Wake Island 呢個征服。攞咗30,000分，真諗哇！一個征服攞咗30,000多分，但我記得 Wake Island 嗰個比你值得嗰600多嘅啫喎。你最近只係攞得嗰12,000多分，何攞咗30,000多分？跟住我記得佢最後一次玩係2月20日，跟住就冇再玩啦。即係你冇困我啊！我都冇試過攞呢個分數，即係成個2月5日都撞咗佢食屎啫！唔知佢最後俾人 ban 咗，連佢嗰個另外一個 hacker 咩 SRI 咩咩 KU 嗰咧。我 check 翻個報告已經唔見咗佢，係成個名都咩404 North Road 揾唔到，唔通佢個帳號都跌鏟埋佢？佢好似 PK 百零一二八一樣，會唔會都唔見埋？呢個 PK 百零一二八佢個帳號都成個唔見咗嘅，我 search 過係真係冇嘅。即係 hacker 到頭來都係個成個帳號都唔見埋，雖然肺炎即係南韓已經新增到7,000多宗，又話一個宿舍裏面有人集體感染。
星期一開始已經補課，直播兩個補課仲要。